今天真的很开心，然后来到这个场过后，我也是发觉哇哦，真的很盛大，很盛大，很 grand， 从每一个细节到大场地都让我很惊讶。OK， 当你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其实这两个字成功对我来讲还很远，尤其是我来到这个场合过后，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渺小了。但是而且我们就觉得成功离我们是还没有到达那一个阶段的。如果真的是要定义成功这两个字的话，我会认为金牛奖是给我的一个肯定，尤其是给我的团队的一份，也是给我团队的一份肯定认可。所以这个奖应该不只是属于我们两个，应该是属于全公司全部的团队。